先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只是我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晚礼服。宝宝们大家好 ，Carol say hi。今天 Carol 来到我家，我们要给她从我的晚礼服的这个 collection 里面挑一件她要去穿宁宁派对的，还要选一个皇冠，所以今天给大家录一个 vlog， 我们一起来帮她一起挑，好不好？来，先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只是我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晚礼服，我觉得我挑了几件 Carol 能穿的，然后比较适合宁宁派对的，这几件都还不错。我现在心仪啊，比较想让她穿这件，我觉得比较公主感，就是你看底下是这样的，就很有公主感觉。但是这个搁的稍微有一点，它有一点那什么了。这个也不错，还有这个粉的也比较公主感，然后亮晶晶的我都喜欢。这个也不错，这件也应该是挺好的。对，这件也不错，有很多件它都可以穿。待会儿呢，我让它挑挑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自己去看看。我最喜欢的也是这一件。你最心仪也是这个是吧？是，那好，那你就先试这个吧。来，大家看一下，是不是这个超梦幻超公主？我觉得特别 baby shower。行，你去试一下。先试这个。行，你先试这个。这个回头我给你一个无肩带的，然后现在你先穿小背心儿试。好好好。画好了吗？画好了。给我们看看第一件怎么样？来，来吧，我看看。哎，很好看，很梦幻公主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后头。好看，好看。行。这个作为预选，你可以再试两件，我觉得这件就不错。还有这个手写。嗯，你再离远一点吧。行的，还是很梦幻的。哎，等会儿我去把那个皇冠给你拿过来。哎，我这有三个，你带哪个都行。好的，我挨个试一下。好。来，记录记录一下。一个是这样的，就是真正是皇冠这样的，亮闪闪的。还有一个是我结婚时候戴的这个，哦，这是结婚时候戴的，结婚时候戴、哦，记得。还有这个结婚时候戴的，这三个结婚时候都戴了，都戴了，挂上。戴这个是比较贵的，这个是美国买的，这个挺好，你挑一试一下。OK， 你也可以试试这个，反正这个的话，你可能就得把头发盘起来，盘起来，因为它是一个圆的，它正好你要比如梳一个丸子头，它是那个盘坐在丸子上的。还是想散开遮一下的，那你要散开的话，就是那个可能那个或者这个比较合适吧。来看试试这个，这个你觉得哪个好？近镜头看一下啊，好像是这个好哎。你再换一个那种。这个也行。你觉得你喜欢哪个？我仔细看。你仔细看看。一个高一点，一个低一点。你自己选，你选哪个？这个我也觉得是，对，这个好。好，我来帮你挑一个啊。我觉得这个挺好，这个是我去爱尔兰参加那个皇室婚礼，这底下很长，特别梦幻的这个公主，这也不错。当时那条挺好，你试试这个。哎呀，我现在说话好喘呢。孕妇真够喘的呀！那你穿这个，果断又选择了这个。哎，对对对，你再试试，你反正到时候选呗。需要我帮忙，告诉我。好的，等我哦。好的。这个我放弃了。这个挺好看的。后面拉不上。但是后面拉不上是吧？那行，那穿一个别的。这个倒是蛮公主的。好吧。放弃吧。好吧。还差了一点哈。那个原来你穿过这个，你记得吗？这个是Givani的，我记得，你记得吧？这个也是Givani的，这个是Scala的。要你试试这个吧，我觉得这个挺好看。你试试这个吧，这蛮好看的是吧？好看是好看，我可以感受一下。这个后头不用拉的，它是那个，它是那种露背的，但是胯。你试一个吧，试试这件。不行，反正你有那个垫底了，对吧？这件可以吧？这件可以穿。哎，这件也挺好看的。
哎，这也好看，而且这也蛮是那什么的，而且这件是露背的，比较性感啊、嗯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好看的。这两件你更喜欢哪个？你一会儿决定。这两件我都。你给我转一下。这件会比较贵，这件是设计师的，那件就是随便买的。那件比较适合咱们这个背心。对，但是这也行，这两件都行，我觉得。来，再看一件。再来一件，再试一件哪个呢？哦，对，这个你可以试一下，这个很 baby shower， 虽然是女孩，好像粉的更合适。哎，你把这个先搁那儿，先你身上穿这个，把那个皇冠戴一下，看一下整体的感觉。对，哎，对，这个皇冠也挺配的。你戴这个的时候，你往后戴一点，好像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戴在那儿，对对对，对。哎，挺好看的，这个也是设计师的，这个应该挺好看的。对，这个就比较公主感。对，比较公主感的，嗯，你是试试吧，嗯，好，这几件都可以，好像哈，这蓝的你得需要我，好像，嗯，试一下，好，这个可以，这也挺好看的，这个非常的公主哎，没有关系，而且这个显得你瘦，这个小伤非常的甜蜜，这个人掐腰，对，而且跟皇冠还挺配的，哎，这也不错哎，紧吗？厚的还可以吧？还可以，那我们来这个也行。你考虑一下，也挺好看的，再试一个吧，再试一个，好，你再来一个，挑一个，我看还有哪个你是可能能穿的，还有一件橘红的，当时你也穿过，嗯，我记得那个，记得那件吗？嗯，这件，这件，对，这你穿过，但是我上次参加你的年会的时候，这件也穿不进去了，是吗？残忍，我试了一下，这个你可能也穿得了。这一件，嗯，又低估我了，我可以去试一下。你试试这件吧，我觉得 bling bling 的倒也行。嗯、我看看你也穿，这件好 bling 啊。这件鱼尾的，嗯，去试一下。这件就不是什么设计师的，但是也不错，你试试呗。这件行吗？这件倒挺好看的，哎呀，好公主啊！但是我记不上，是吗？但是好公主啊，这件。但是记不上，记不上就没办法，放弃吧，放弃吧。这倒是挺长、挺鱼尾的，嗯、蛮梦幻的。是。OK， 那换一，放弃这个，换另外一件。好，肯定没戏。这个你可以穿，这个是我婚纱照里的那一件，它大露背的。这你用不用的胸罩都行，它里边有一个胸罩，对，但是你戴着也行，你去试试这个去吧，好吧？这个手你看它这儿，这是设计师的，就那个土耳其那个 Turk Hadid， 还挺那什么的，你可以试一个大露背的，来，我去试一下，好，怎么样？这也不错，嗯，这也很漂亮，蛮女神的，你可以往后站一点。转一个后头，这件衣服后面是亮点，大露背的，很好看哎。来一个侧面的，哎，不错，挺好看的。你自己选吧，咱把这几件穿着的都放在那儿，再选一下，你说呢？可以。好吧。嗯。OK。经过一下午的折腾，我们已经从这么多的礼服里面筛到了四件，红色的、紫色的、蓝色的，还有这个梦幻的。你们给投票让他穿哪个呢？看看网友的投票。我这个要是放上去的早，网友投票你可以参考一下。我如果这周呢能瘦个几斤呢，我第一选择还是他。哦，你还是喜欢他梦幻的这个？对，哎，对。但是他颜色比较深，我觉得比较显瘦。哪一个显瘦？蓝色的这件。啊？我觉得比较显瘦。这个显瘦。嗯，稍微的，我觉得有点太正式了。就不是特别 baby shower 的那种。对对对，我觉得还是这两件比较。那你带这两件走、嗯，然后你再看下个礼拜。下周看我身材上有什么变化？是否有什么变化？是不打算吃晚饭了吗？没事儿，你肚子再大没有我大。下周不要吃饭了。好，行，那你就带这两件走。带这两件走。OK、嗯。
好了 ，Carol 已经选好了。最后他选了这一件，还有这个蓝的，就是看最后一周的身材情况而定。我也经常这样。非常感谢大家过来跟我们玩，我们试衣服试的超开心，是不是？ Okay. 大家期待 Baby Shower 吧，一定要关注哦。拜拜，关注，拜拜。